一会儿我们就要回县城了，刚刚从镇上买一袋面粉，家里面没面粉了。嗯，正在剩着杂粮呢，真的。我发点东西。嗯。种了榆树的等于哪榆树不是？嗯，哪榆树它不是这大吃的那个，没了我这了也没了我这个，就种了个怪能吃。怪能吃。嗯。那这边长多钱，这都可能能长。我低头我去。低头我去了。妈，进来看到你去了，还是不等你买这个？这回咋着去了？长得有点麻烦。今儿的还追的都二十米了，还。都是八百万的药啊！真是养完了药。咋了？理也好了，多这些。我生命都好了哈，你会上树？我当会上树，挂家住顶不着啊。该顶不起了。就今年的李子正好去，都是倒了，又倒又那个。压根那也好了。又倒又红去了。给你收了，干了，给了他。哦，是啊，吃不完了就摘给你。压根那四两天就结地，两天就能收，全吃了，够劲儿了。全都落了。哎呀，这就够劲儿了。家伙，家伙，这个丢了，落了，他要再长了。那这就给刷扁了，你瞧，是啊，都要不熟了，对，都要不熟了。嗯，臭死了，这样天天了呀，我天天怪臭，天天怪。嗯，你倒成了孙悟空了。啊，又自个儿怪娃不得这里了。嗯，我就这个也能吃了，不得就都乱零头了，也得都会。这榆树也快能吃了，这榆树这是不是？你好像能吃了，你才长该着了，着这两天。这叫我再看到，搬家好的了，就好了样了。在东北，整了红了不地了，那不好就种了。对我好了样啊，嗯，好了，那地就不能好，那地还有两分。主要就是不是长一分啊，长两分的。它有会儿就结，没有会儿就不结。挨着地着那些豆儿，这一个就豆儿一分了。有几拿光脱了。我这不两钱拉命黄了弄来，真的。真快意了这两天事儿。就说前头它就不会摘，不摘了的它不会摘那。哦，他的意思他是吸了那营养了吧？我那工能吃好几顿了，真能吃好几顿。这村我就感觉一年四季一直在长还。啊，一年四季了。就是，真的。我给你种回长呀。不是，你就种才不一年四季。所以说我就叫他一年就种了它了。就一直有虫。刚才咱家种少了，今年没一顿虫。不小啊，好了，太诱人。这一棵树的种的，我觉得有没有一百斤？不敢说。大概了给你试弄个风来，怎么这么美呀、啊、今天到了。嗯，你在下面最甜知道真的弄不着咋都甜。这可不这么了，最甜你吃了这吧，这甜了，甜了，真的，这估计喜鹊或者叫猫雀吃了。嗯，真的好个性啊，溜啊，长一点溜。嗯，咱家时候去买吧，一块钱一斤，有没有人要？我说，倒包了人家。就是。一直走着，一直吃着，到脚也就吃饱了。已经吃饱了，太漂亮。领导就是领导，我在前面背着菜，领导在后面吃着梨子，发着梨子，赶紧啊，天都黑了快。今年都发了六，今年都是天了。俺会发，这么着发。看来就中，咋回事？中，这个是这个呀。